判的武器不能取代武器的批判。年轻的声音我攻击武器是笔杆，在最纯粹的年纪，最严峻的世纪，遍地流着奶与蜜的土地，谁在骗你？哎，面对着强权，他们不止枪炮，最可怕是用意识形态将我强暴。好险还有音乐，让我跟这个世界作对，趁现在我还分得清楚什么叫错对。可能全面战，我还是尽量尝试改变。趁情还是热血，我们全都在这世界表演。如果有结构，那我们都占有一个地位。由下而上，声音迟早会被听见。哎，如果所坚持的理想有前奏会崩坏，至少在此刻，我让我内心保持澎湃。若凡事都要给别人一个完整的交代，那干脆不要说话，是不是比较快？30年后，不知道我还会不会有歌。蓦然回首，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唱歌。或许沉寂，学会了世故，安看场合，暂停，照我的声音。现在在这唱着。